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，欢迎在11点到11点半准时收看股市老师傅。那今天这个盘哦，很沉闷呐、啊，关键没你看看，到想要困去啊，对不？老师傅先讲一个故事哦，你听啊，就杜小月啦，看到没有？这杜小月哦，现在讲到杜小月，每个都知道，那个台南那个杜小月担子面了，外国有名呢。你去台南去旅行去玩去吃小吃，一定要去杜小月，对不对？那各位去想看看，杜小月当初是什么来的？当初的时候，台南嘛，这些在打鱼，这些人家就在淡季的时候，啊，就搭一个米去买一个啊，就杜小月，你看啦，都无鱼啊，通抓嘛，就弄个一个面摊去那边，那想不晓说什么名字，想说啊，那卖的那杜小月，淡季都丢了，所以就给他取个叫做杜小月。结果卖哇，越卖越好。你看看现在成为全台南最知名的景点之一啊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我今天来你讲杜小月，不是讲哦，今麦行情多好啊。但是我希望在这一个不好的行情里面，大家去看一下杜小月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呐、啊。你这个股票市场嘛是赶快嘞。现在你讲哎，老师今麦行情多好，都无影。你来看，跌了15点，然后呢？成交量预估750亿，也比昨天多一点点。欸、今天利空很多哦。今天像这个3662的乐声，哇，被卖16846张。当初想大家想说啊，可以卖到128块，大家就去买。结果呢，不仅人家不买，退还给你，大概卖出来，哇，2万没有赚到，赔3万呐、啊。哪个来讲诶？偷鸡不着18米，那你看看在这里。其实这一档股票哦，我是没想要去分析它啦，但是呢，我可以给各位暗示一点，就是说，你既然有实战筹码在保护你哦，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啊。为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在这边是7月25号，就是说我们投审会通过。就是白纸竿头可以来收购他的，说冠军比如你去看，这里出了这么一个大量，谁在卖？大咖有出不？好，我只暗示在这里了，因为我之前都没有讲这一档个股了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实战筹码是安怎，不是干来当让你求平安，两个月当让你添福寿啊。因为你如果知道这里是谁在卖，这边很长的时间你可以卖，虽然不会卖到很好了，110你绝对卖得掉。那还大开都有出嘛？有没有？我不想把它拿出来卖，公安局卖底下的落井下石啦，没有必要。但是实战筹码，当初有来问我的，都给你掌握的精精准准，完全洞悉大户的进出，还每期招向起来，你不会给人家骗了啊？哎，人家大咖都出去啊，你搁起来卖，人家一定比你早知道嘛，人家一定知道了一些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嘛。还有那个浩鼎啊，说我们之前中研院院长熊班弄在炒股啦，啊，今天也大跌，就不要把它打出来了。所以关键比如这股票市场就是人性嘛，你讲一这个中研院的院长啊嘛，是想要给贪瓜钱呀、啊。所以关键比如你今麦这个市井小民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向他看齐啦，我们更要赚钱啊。老师今麦行情都无好，你听我讲。我的实战筹码真正能来吼，唔是大会当来你平安年，佮会当来添福寿。为什么这样讲？观众朋友，你来看，这个是之前我跟大家讲的宏达电，这个我是长期间在这边跟大家讲。转市场，我敢讲，若要做宏达电，都是基本面做败，我知影。但是你看这个进去买的时候，它就涨这一波。然后你看这里，从这边开始一路卖，一路跌。哎，老师跌到起涨点了呢，哎，跌到所有的均线了呢，继续卖，一路卖，再破底。人家进来大买，这一天刚好就是最低点。也许你说啊，老师那可能是巧合啦，没有那么巧的啦，无巧不成书啦，天下没有那么多巧合的。然后你看在这里又继续大买，又继续涨，
结果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善尽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说你看哦，人家在卖，人家在卖，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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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哦。我说他没有大行情。今天已经来到多少？来到83块。我在提醒你的时候还有多少？还有96块，还有100块。现在已经来到83块。我说你若要做宏达电，你一定爱来催我啦。因为安怎？因为我有实战筹码，因为我也知影我这卡是虾米人啊。这个进来买，每次都大涨；这个在卖的时候，没有一次涨的。那你要不要跟？你要做宏达电很简单。哎，老师，那个宏达电那个基本面怎么样的？你都不用知道，因为它不会改变，它今年还是大赔钱。但是大赔钱的公司，它可以从80块涨到136；大赔钱的公司，它可以从55块涨到100。你得掌握这一段就好了。那其他的时间呢？其他时间你得卖差异啊。假设啥？假设玻璃平安呐、啊，因为呐，你别去学北美啦。那个在讲这一档宜骏，50块的家，我们可爱美丽的孔小姐，来到我科技。我为什么知道他很可爱？没看过他了，真的没看过他的人了、啊。但是你给他看这里，人家才刚进来大买，进来大买一路买一路买，他就一路涨，一路涨啊！而且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特别把它画出来了。观众朋友，八月初八我来你讲哦，人大咖的出来哦。因为老师，我要过去用，迄我都无法度啊！哎、欸，老师，人迄其他老师讲有够好，足好的拉回来要买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来到62.3，我在这边讲的时候还有84.9，我在这边跟你讲，你如果可以掌握到这一段，你说老师这边小月啦，这大月啦，或者这上面的小月，哎，观众朋友你给他看啊，在这里啊，这一张还没有，这一来来来，这一张一张一张，找一下找一下，哦，这这里这里这一张，你加50.7涨到84.9，67%，哇，老师你这样你有小月，这对我来讲是小月啦，行情都。一天就6-7百万，那小月咱给他小赚个小涨个67%，很合理嘛。啊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讲？这有凭有据的哦。即使包括他分盘交易要结束的时候，我新进的团队成员一个姓钟的叫钟先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师，他分盘要结束了呢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在看那个，看那个也许有一次两次会准啦、啊，我不晓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的大咖就是不在里面，在这里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这样一路这样跌下来，哎呦跌，哎呦呦，你看看，你如果这个时候，嘿分析师起来，你讲这个宜骏寡好，都寡好，啊你去里买，啊你拢透了，你拢了解。你如果看我的节目，我只有这样轻轻的一话。”实战筹码跟你轻轻说，人得卖啊啦，观众朋友，那谁对？到现在回头一看，猛然一回头，你又觉得说啊，人家开始都有准呢。所以观众朋友，这不是跟他讲的，这是啥？这是求平安呀，这让你添福寿的家。我跟你讲说，人家一直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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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他看他的买超，这让你添福寿啊。在这里一路买，有没有看第一档这里买，涨也买，跌也买，买了之后筹码锁定之后，从这里开始，21块开始标出来，现在多少？哎，我说今天盘不好，它还在涨呢，它的量已经什么都已经萎缩了，因为现在20分钟被分盘了。但是那个大咖不出就是不出了，不出就是不出就是啊了。就是按那几楼起起来啊！你买在这个股票，你会觉得什么啊？从21块这边一路涨一路涨，连续先急涨之后，然后呢慢慢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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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讲你免买多啦，你买五张，你买十张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小小买个十张，花个二十万，你现在可以赚多少？可以赚19万呢、欸。啊，老师，这杜小月呢？这杜小月呢？所以关键明，我来你讲这个故事的是安怎？你那是有实战筹码，唔是干啦，互你求平安，可以当互你添福寿。啊，即卖行情无歹，咱都来买二十、买五十张，安尼就好啊！不要买多了，哎、欸，五十张赚快100万呢、欸。将来实战筹码这一个东西，目前你看起来是杜小月，以后会成为股市，只要讲到要安怎赚钱，大家都来你讲实战筹码。你如果利用现在行情比较低迷的时候，你来学起来，嘿，完全无同款。啊，老师，杜小月无你嘛还优惠一下，即卖都咧小月都咧拍折啊！我再讲过，我们现在用最短天期的这一个服务给你，就是安怎卖来你收伤侪钱啦？我知影你即卖啊足痛苦的，小月啊当然嘛痛苦。我们用最小最小的金额，上大的目的是安怎？我希望。我唔但好，你也当平安，各位当好你添好收。这个股票，我们避开的股票，那头部已经出来了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安尼做股票有简单无？所以上大的重点，你要用目前这个杜小月学得一技之长，以后这个股票对你还得的股票市场。火力也当弘扬光大，想学我的实战筹码的，把电话打进来。我今天可你短天期特别的优惠，好好把握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好妈妈，用心即用心，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，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，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，欢迎选购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夏恩英语100%外师授课，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。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，全国分校招生中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 Les odeurs sont imbattables mais touchent nos sens。Les fluves touchent au plus profond votre esprit. Et la première inspiration, on ressent déjà l'affection. 这就是爱情的味道，对自己加分。566 Perfume 香水能量洗发露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挑战极限，无上限 ，Virtual 308 GTI， 即刻入主 Virtual 全车系，可享最低零头款及低月付专案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
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那如同我在第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杜小月的故事，观众朋友你起来听。那个时候在台南啊，偷海人有偌济？那其他杜小月的人大概就感觉讲安咯，啊，都无行情，都困啦，啊，无就是跋筊啦，啊，无就去啉烧酒啦，啊，无就不会去做什么。但是人家这一个我们这个杜小月创始人说啊，咱杜小月啊，无咱就担一个面担，咱来卖一个面一个。那人家今天成为台南知名的景点呢，观众朋友。今天现在行情也是一样啊，老师这新高量七八控高也，你给他看目前这个行情在这里啊，来，在这边安内行安内行，看起来都显得好像平淡无奇嘛。但是你如果利用这个时间，你好好去思考，好好去学习，你股票起牛，那来当赚多少钱？将来你在股票市场就是扬名立万了。将来股票起牛，人咧讲啊，还什么人有够厉害的？讲到台北的股市，你就会想到我们以前期货天王张先生，你就会想到股市的并购大王邓先生，你就会想到人家地保帮助一堆的海哥。以后人家就会讲到你，但是呢，你要去欧米加，欧米加说你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啦。像我跟你讲的这个，那孔小姐她前几天跟我聊天呢、啊，她就跟人讲说，她觉得她在股票市场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，因为安怎，她知道大户的进出，但是有一个但书啦，伊讲但是老师啊是爱有你的实战筹码，我帮助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实战筹码在这里。实战筹码完全可以洞悉大户的进出，哎，这个是不传之秘耶。你要不要想说有一天我变成是这样，我自己有那个信心，我在股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？你想不想？不是刚刚杜阿来的讲的那样，这个是1568的长友。这里没有人在讲长友了，我跟你保证，全市场的25块、25块，无人在讲这支股票啦。只有我在跟你讲，这个是大户的最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实战筹码跟你讲，这个是大户的最爱。底价有没有马上涨？没有马上涨，但是呢，有后来有没有涨？后来急涨，急涨这一波40%。这里落地下来边的，小月啦，探险系统把美派啦，观众朋友，你给他看有没有急涨？那为什么会这样涨？这里的成交量15000张，15000张，18000张，哎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说这里不要再去追了？当你在看到我一张一张在这边跟大家讲过啊，这个当初都是盖牌给各位看的啦，底下人家大好一点呗。所以你每天不是说，我买了的不平安的，不是这样哦。你要每天追踪看人家有没有出，当人家有出的时候，你要去了解啊，人家有出哪里，那对的进出呢？不是买了的万无一失啊，讲啊，我都是五成、六成、七成、八成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是每天要去做追踪的啊，观众朋友，这个要浪费我们多少时间呢、啊？钢铁加倍。这个大买是1500张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昨天跌，今天小跌，但是有没有关系？你要看人去，涨了这一波，回档两天，涨这一波再回档两天，有没有关系？你就把停利停损设好就好了嘛。但是这段安尼是起一倍呢，观众朋友。从这里到这里是整整涨了一倍呢，一倍是100%呢。你讲老师，我无资金无济，我才50万呢，50万你也当买50张，啊，你都还当赚50万。你讲老师无法度，咱买你想关掉，买在最低买到最高，啊，无何你赚，你给他打个7折啦。啊，冇35万能赚，在这个时阵，这个行情赚35万，足好啊啦！观众朋友，我不晓得你满不满意啦，你不满意，我也没办法啦。但是我要跟你讲说，这个东西来讲，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，很多东西都是有凭有据的。
这个是6月2号到7月25号我做的，这个是我做到8月15号继续不爱搁做啊，因为安怎？可阿别还贪愈济，哎，联光通100%，迄个6124吼，越强吼高10%，哇，拢比这个较悬。当初我跟你讲说，我后面再找出来的股票一定会比前面更强，有还是没有？你可以说啊，老师都无行情，老师今麦都无量无行情，你都个无爱做，你就是怎么样？你还是在怀疑嘛？那人家孔小姐从怀疑试一次到现在赚到现在变成怎么样？哇，好有信心哦！有老师，我在股票市场这么久了应该也20-30年，我想有了。听他的声音听起来应该大概在30-40岁左右了，没看过面了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这么有信心过。”我觉得我说：“以前对股票市场已经都完全都放弃了啊。”你说：“我觉得真的还是有机会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还是要你的实战筹码啦。”有朋友：“这个你不要讲说自己随便赚一次就很有信心，不能这样哦，要有实战筹码，完全东西大户的进出。你看看我们在这里跟讲，跟大家去做分享的，有没有这样？”今天既然说是杜小月了，我就跟你讲，除了有个优惠之外啊，来了这个股票，这个股票啦，大号这条名字，看到了哈，大买哈，大号这条名字了，这杜小月一号，观众朋友稍等一下，等我来写起来这里。写了这杜小月一号啊，观众朋友，第一。实战筹码把你讲完嘞。第二点，它的价位非常非常的便宜，谁来都买得起。杨老师，我有20万，我有30万，拢买得起，你放心。唔是讲来你讲，迄今仔是300块、500块的股票，老师一张了，我唔敢买，谁都买得起。上大的重点是，阿兰，你看它实战筹码一下子出现这一个讯号。观众朋友，你有看哦，出现了这一个讯号，哇！近景你来看，拢无买，啪，买这么多，意义何为？这已经之前出现这些股票，后来怎么样的走势？观众朋友，你也当了看哦，后来就是走这一波啊，我们讲这些股票都之前都跟大家讲过的啦，观众朋友，后来就怎样？后来就走这一波啊。那你都已经错失过了，没有关系啦，观众朋友，你有一技在手，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学会啦，你未来你总结了而已，你不管你什么时候进来学都 OK。但是你要想，你愈早未来，你越早进来，你把这个学后，你在股票市场就不会受伤。你越早有信心，你越早会赚到钱。我们的年纪是一天的消失。你想看看，你如果30岁学到这一门功夫，你想说啊，老师，像那个孔小姐就讲说，如果我在10几年前我学到这样，我不会被骗了。我在股票市场哈，当波平安可以当天后修官，就比如不会把他辛辛苦苦赚的钱赔了很多出去啊。有一点万谈啊，所以马进，我说你现在学到还没有关系，因为什么？人生的后面还很长。关键被你要去想，你要有这个物件，重点是安怎？即卖杜小月啊，都无行情，你用老师行情无大，唔是无大，是你唔知啊。利用这个时候学一技之长，将来在股票市场扬名立万的就是你。唔是干阿你咧？我那有股票，但你讲啊，你我来老师无股票，你看看这一个股票。叫做杜小月一号，配合我今天要给大家讲，因为杜小月，老师，那个杜小月，要不要收回50-60万，30-40万，其实这一门技术哈，你拿二起来，那是价值连城啊。你光想在让你在股票市场求平安、添福寿拢有，你就知道它价值多少。但是我今天就是讲，体会到大家啊，今天利空连连啦、啊，这个苹果。去红被划哇！天价的这个天文数字的这个罚款了，那呢这类乐生收购案失败了。我们的翁启惠听我周刊那报出来，讲达刚的在炒股啦，利空连连。但是就是这个时阵，
老师傅跳出来挺你，你要利用杜小月的精神，利用这类行情卖行，我们学的一技之长，我要让你将来在股市里面扬名立万，用我的实战筹码啊，股票嘛哪里学好啊呢？哎，观众朋友，我再重申一次，这一档股票啊，你不管你有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、四十万，都买得起。你说老师，我有几千万、两千万，也可以买，就买多一点嘛。因为成交量很大，随便你买的。但是相对重点是啊，你要我怎样你去对，你要我怎样？老师，我伫家要利用这个时阵啊，下定决心，我要学得一技之长。你把实战做法交给我，让我在股票市场跟那个孔小姐一样变得很有信心。我希望这个是我可以帮助到大家的。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特别推出短天期方案，用最少最少的费用，怎么样？我们来帮助你，让你成为在股票市场大赢家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投资节目再会。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好妈妈用心即用心，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，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，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，欢迎选购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儿子爱吃肉，老公爱吃水果，婆婆爱吃菜。我用翠绿鲜带给家人满满的爱，翠绿鲜沙拉酱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臭男生，我喜欢你，不需要答案。于是爱情的香气弥漫，久久不散。青春有所谓，撒拉撒拉香水沐浴露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。